在这个实验里面，我们会利用这些仪器来到研究光的折射。首先将光线箱接驳至电源，将纸制量角器放在光线箱前面，并且在它上面放一块有机玻璃块，将一条光线以零度的入射角射向半圆玻璃块的直边，并量度折射角。现在试下改变入射角，留心看看入射角和折射角之间有什么关系。